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只为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好，这是来自于大炮你亲妹啊，我们带来的六二。哎，我被迫开中等效果了。我等着那个，我等着那个水冷弄好了来，免得这个真的出问题。好，自己先杵在这里，先看一看。哎呀，吧唧！啊，但是你要忍住这个冲动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吧唧过去了，啊，然后我就没有然后了啊，所以这个习惯不好，你在这里亮就很好了。我们去内陆的人好像不是很多啊，应该等会很快就会被击溃了，怎么办？妈的，真的就跪了，那城市那边快啊，推去他家里，反过来给他们压力。我现在唯一觉得还可以的就是双方死人都差不多啊，吃的亏跟占的便宜都一样，那这样还可以接受。那边还有两三人可以稍微拖一拖，你现在赶紧往他家里面推进去，反正没有火炮，你把他家里面站住就好了。哎，你们是想站还是想绕后呀？那你们要想绕后，那必须是这边这几个人还坚挺得住才能行啊。耶耶，你别淹死了。哎哎哎，我靠，你见血爷去了你啊。哦，他们这个位置卡的可以，好，屁股后面连上了，交上火了。哎，圈子里面也站，哎，为什么让人进了圈了？这个上面没提示啊？哎，妈的，这是跨版本录像的 bug 吗？那这种他们应该很慌啊，两头都在打，妈家里面还被占，这搞个蛋蛋啊！干嘛想开火了呢？哎呦，你爽不爽嘛？我觉得六二隐蔽还可以的，你拿他没什么办法。好，他觉得哎呀，还是 HAT 靠谱啊，这个 AP 打那玩意儿打不穿，只要不被履带吸收，其实都能打穿，但就是远了，太远了的话很难做到啊，就是太远了，他炮弹你就不知道他是往上还是往下了，那就只有缘分炮啊，一切随缘。我们重创目标。好，左右开弓，见谁撸谁。吧唧呀！什么鬼嘛，两头都没拼得过，
妈个蛋，难道要靠这个小六二来翻盘？瞄好，没打到，哎呀，烦的一逼。那队友就开喷了，这种情况的话，啊，这个莱茵应该是能收得掉，但是我们这边人数明显少很多呀，这种怎么办嘛？六二，因为他现在机动跟视野以及隐蔽都很好，在这个房间里面，好像也就他一个小车了吧？对，就他一个。这边出现了个啥？他自己能对付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哎呀，小心小心！好，斯科拿片，用重弹也过去。妈的，哎，你动作快呀！我跟你讲，这个等会儿队友搞不好会喷你的。我其实他想法也没错，但是如果他正面去走的话，其实也没什么意义，你知道吗？他又不是个重塔，他又不是主力。好，这个人知道自己亮。我们未能穿透他们的装甲。没打穿，只能想办法近战去绕呀。太远了，是很难穿的。因为就斯科达一个人，那这样的话，他们至少知道了是两边一边一个人分开啊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可以选择向一边收缩嘛，先把一边干穿。嗯，不要压圈子。哼，你破坏狂吗？看到了，但是这个房子挡着的，你调整一下角度，你帮队友打一下，不然他一个人搞不定了。漂亮！妈的，这一炮干的真是屌！啊，这边他坐不住了。妈的，追上去啊！就这种时候怕什么吗？妈的，微信上有个妹子说她在我家门口，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老子根本不认识她呀！妈的，这又是最近大家玩的什么游戏吗？难道就相当于那个妈的以前的一个段子，什么一个秘书她发了个群发了个短信，什么她怀孕了，然后，
然后收到了各种不同的奇葩回复。哎呀，现在他也只能利用他的机动性到处绕一绕。他可能是想先收四运，是这样想的吗？好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回，因为对面在站。这个因为跨版本了啊，看不到他站家了，那站家的那个提示了。啊，现在因为他亮了嘛，他自己要等一等。这就涉及到哪个是主站，哪个是同站。他那应该说那个 M103是个主站车辆，就是他先占领啊，然后这个四运后占领。否则的话，你打掉那种从战的，他只会，只会被打断一点点。那样的话，可能就来不及。现在他也是只有 AP 了，还有三分多钟，漂亮！妈的，这玩的视野要玩死人啊！四运发现，操他妈，不能打。打不过，哎呦！好好，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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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11打出了三个。你啊什么嘛？没见过这么骚的小车吗？看到了，哎呦，我靠！我们把目标干掉了，妈的，居然给他弹开了！哎，那他们那个30在干什么嘛？啊，在吃翔吗？队友，哎，刚才那个提示是什么？哦，那可能是他装的插件吧。啊，队友说给力。啊，那个30你不管从正面还从这边，你血又多，你怼上来不就行了吗？你先吃伤害，然后妈的他的输出，这个62已经被打成傻逼了，好吗？妈的，你菊花又被捅一下，在想什么嘛？你们一起往上干，那绝逼就赢了呀！啊，一分钟了，又提示了，那怎么是火车的叫声？啊！打得好，不过他射速没你那么快，无法移动，击中我们的履带。妈的，修了一百点，好，还好穿了点裤裆啊！六，不得了！妈的，耀日天！哎啊，大家好啊，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，其实非常简单。因为呢，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，那玩家就要抓狂了。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哈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，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
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啊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88@gmail.com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，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，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当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就到这里吧，再见。